评比了以后啊，哈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哎，事实上我们差在哪里，好，大家以这种竞争的方式啊，下去跟他们做评定。那今年，哎，我们办了二十几年的这个评鉴了哈，那今天出炉了一个14.3度的这个糖度啊，哈，是已经破我们二十几年来的这个记录了。大家来参与调查，将阮太平的级别知名度拍到全省起来。像阮今年，来一定有销到新加坡、甲泰国啊。虽然咱台湾的级别，算讲无讲产量无讲足济，但是咱有只拍出这个外销，这就是咱市政府甲着阮农会的努力才有法度。